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十方神秘学，咱这节继续过来讲解风水的名词。风水这个名词啊，是根据易经，啊，根据易经先天卦而来。易经的先天卦咧，甲咱人的体，甲咱人的体一模一样。哦，那是风水啦。你要了解一个风水，你必须爱了解人体，佮了解易经伊个道理。所以咱呐，讲解这个风水啊，必须要和易经难做一个来讲。易经个卦位啊，咱脑头壳为乾卦，好，手为乾，好，这就咱个手部头壳。乾三怀乾的出凹，好叫做玄武，后面玄武，这间就是咱的厝，这就是咱的厝，这就比如是厝前加厝前，后边收的时候的乾卦，乾为天，乾卦，倒手嘞吼，这倒手嘞都是坎卦，先天卦的坎，坎为水，好坎卦为水呀。好，坎为水，在西边面，先天的西边面。好，那么正手呢？离卦，好，离卦呢，比较北方边，北方边火，离为火，开口火开口。好，这是离为火，就北方边。这边呢，坎卦呢，中央实的，上边拢虚的，中央阳，上边拢阴。这个那川里为川，好，这个那梁。所以两爱动的意思是安尼来，头前是坤，前呢是坤，哈，坤卦六端，初前是坤，或者主赤，或者主赤，出来底呢，这中心或者太极，咱所讲的穴都太极，这是高顶或者太极。各位十方神地穴，那么研究地理呢，咱必须爱。这个基本的条件，咱爱办。那无咧，咱弄唔对哟。真侪人来问我老师啊，两边是哪一边？真简单，咱这个向出的倒边，倒边就是两边，这边就是好边。好，这边就是良，这边就是好。咱出凹或者横木，卡进前，卡尾或者主赤。啊，厝的正中央，或者高顶，或者高顶。咱有一个法门啊，伊在讲修这个机啊时啊，嘛是啊前朱雀啦，后黑木倒青龙，正白虎啦，中高顶啦。啊，高顶就是咱的心，咱的心中平衡点。那就咱这里、个，咱的是不是实质？是不是？下面顶呢，手、肚皮、青龙、脊梁、背后、头卡，都好多注射嘛。咱若伫厝内底呢，看倒出去，对内底看倒出去，门徛咧，向倒出去咧，肚皮就是凉皮，脊梁就好皮，足简单咧尔。但是咧，有诶咧，伊都咧出去咧，肚皮咧好多好皮，入来脊梁错去啊。咱会记哩，唔通讲打入门，打入来，哎，这边好边，这边凉边，错去啊！电倒挂，爱看倒出去，那是现在我伫讲台，好讲台遐哩坐哩咧，我看出去的倒边，就是凉边，好倒边是凉边，我咧出去正边就是好边。那么恁坐向我，坐向我看我。好，你的倒手
我的正手就是良平啊，我的左手，你的正手，这边就是你良平。我的左手，你的正手，这边就是好平。所以真容易将这好平良平弄错去的时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会看代志看唔对。曾经有一位信徒欧巴桑，我甲啊看出良平才好平啦。伊倒到哦，真欢喜！啊，我去老师，我的正手都好，都变成凉，真欢喜！啊，倒出大一门啦，这毋对，这毋对，这毋对！哈哈哈！啊，叫妈妈，这边是凉平呢，那好平。因为我老师学叫做好平，吼、哦，叫做凉平，又毋对去啊啦！老师切，你看嘛啦嘞？老师本子你看啊，这看，哎哟，那我听无清楚。所以凉好平，咱若弄毋对的是啊。咱往往咧，咱会造成无必要的颠倒、凌乱的那样风。那么，教人风水的是良好病，上基本的条件，你也教唔到嘛是白教。所以啊，咱良就是水，水良加水，水就爱动，动就是有活力。所以良爱动，好爱静。正手看倒出去，哎，倒啊坐出去，好正平，拢叫做好平。好平好就是火，火就爱静，火你个猫叮当，火会烧人，猫叮当火就烧人啊。所以好爱静，凉爱动的道理就是安尼。但是呢，风水毋是干那安尼尔。好，咱要有真正法门呢，好真正完整呢，我爱甲各位。慢慢来解释。那么多安尼向个，咱咧困的眠床，咱困的眠床困安尼，正边就是好边啊，这边嘛是良边。咱若行较多伊咧，要看啥物件，我看出去，哎，我的所在这边的良边，迄边的好边，这是上基本的条件。可是有这条件。基本的条件，年轻一代的年轻啊，这样的新生人类，而且年轻朋友啊，啊，可是嘛，唔知啊，常常呢，家里的厝呢，搞乱七八糟，卧室弄个不像卧室，出来都大袂调，大昏沉沉，愈困愈爱困，原因啥？良好病唔对去，好、哦，所以啊，咱这个良好病的基本条件。咱真正开始认识，我嘛会自后者开始啊，佮继续甲各位良平的利害关系、好平的利害关系，咱弄个清清楚楚。那安尼来咧，咱呢会将这个风水学的妙法呐，咱就会真正确会认识。那安尼来咧，吼，我相信各位啊，自今以后咧，你们可以，咱会使保护家己，帮助别人，吼，然后进而。服务大众，这是我上大的愿望。今日可能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。各位十方圣知识，好，咱今日这节呢，继续来甲各位讲解风水妙法。顶者讲解个风水只名词，基本的名词。即只咧，咱就要讲解到青龙、青龙、青龙病，吼、哦，青龙方、龙病。龙病呢，在先天的八卦来讲啊，先天卦为坎，坎卦，坎卦为水，水就爱动，啊、哦，水就爱有活力。所以龙啊，会加水，龙加水，哈、哦，龙爱动，若是龙啊，啊，结结啊，表示着死龙。那么龙啊，站在咱龙平来讲，一点来讲，点破来讲呢，或者 plus 正点，正一点，正手就是负一点。那么咱直接呢？专工来讲即个龙平，龙平是贵，贵，富贵的贵。好，龙贵是安怎贵呢？龙一个 plus 嘛，
阳电阳气，咱的左手比左手较烧，左手的电比左手电较，这条路发的电波咧较强。我平常时啦，我的信徒啦，当我头壳疼咧，啊是啊，哎，手甲压咧，用左手咧较紧，正手咧就阴电，吼、哦，有当时啊咧，你愈压愈迄个阴电愈强，艰苦愈艰苦，所以咱各位咱的左手就是阳电，咱举起来，举左手起来，举左手的是，嘛是阳电，代表是喜，代表希望。咱左手举起来的，时啊，吼、哦，咱的举起来的时啊，表示一个希望。正手举起来是恶霸，爱注意，虽然是霹雳，但是恶霸，人诛心较无。吼、哦，这根据易经来研究，非常奥妙。那么咱一间厝，咱看出来两边一定爱悬，那无就卖悬，平悬，两边未使咧低。两边价钱无贵，好评管者后一只甲可以介绍这好评。两边是爱有水，凡是闹莫大，也是发电机，也是水库的雨落落的，咱拢伫两边家里较无事。水族箱水族是泥泥落落，咱会当住两边。咱的两边是公平、光明的微凉。好，光明的喜，欢欢喜喜的，喜事为良。所以啊，咱这个良平甲好平无共款。若是咱咧困啊，吼，还是咱徛咧，咱左手边这个靠伫壁，良平靠伫壁，这一片壁靠咧，你会感觉心情稳定。那是换一边考的呢，心会惊起差，这种是真深的道理存在。因为咱量的量平的倒手咧，哈、哦，你就悬嘛，就阳气嘛，所以咱倒手爱考我咧，阳气十足，有贵人，心会安和。啊，公司咧，丁、柱、甲破咧，哈、哦，拢会各就分位。我曾经看一间公司，真牛！伊咧，两边起来做一个精神堡垒。原来咧，公司啊，遮咧上下不稳，好，感觉做代志，感觉颠颠倒倒。啊，有一天啊，好，家己听到老爸咧，讲量爱悬，好爱低，啊，结果两边起来做悬起来了，就稳定了。那么，重庆高中咧。啊，原来学校大校门啊，哈，伊嘛是阴阳颠倒。那么，近两年前呢，我甲校长建议讲，你量平做悬，或者文凭做起了呢，重新高中的升学率直好起来，囡仔愈有精神，愈有这斗志，愈有信心起来。风云风当国中，原来量平是啊，完了呢，量平呢，去做一个。哈，一个真水的精神堡垒，写学校的名，做起来咧，学校直直稳定，学生啊直直稳定，考试直直顺利，大家有信心，所以大家在有信心之下咧，未消极，有积极，吼、哦、啊，积极了咧，当然有成果嘛。这是一个真正符合逻辑，符合咱身体上电。甲气、甲能量，一个妙法。那各位是奉神知识，咱对世间的代志，咱爱对光明面去想，对积极去行，好对好事去做，好对道德去建立。我相信啊，咱手是甲的是压安尼，压安尼起来，就是咱的光明，咱的成功。啊，那么咱一间厝，也是向出去。咱这边较悬，表示家内会较稳定。好，若是我这边较悬，家内搭地地的代志会较济。好，这是千真万确，我印证有够济啊，印证有够济。又无一间工厂，本来就要倒，
我看你门口边去踩一条去，啊，这个条又问我老管，这个条你最起码踩十米、十米、十米去，十米三只老管，踩了了呢，哈，伊说有工课，要不定的，搁我嘞，搁来，好，踩了了呢，伊只我原来做工课出去了啦，好多少，毋捌很多少，公司就压起来，若是公司倒来时啊，差不多300个员工。虽然无真济，伫300个家庭生活会受到影响。那么，请问各位，好，那么这一条啊，虽然是这一条啊，改善着整个伊公司伊只个运转。当然啦，你改了，咱人爱国都努力去拍拼，有信心，缺点改善了啊。好，所以啊，这间公司啊，即摆嘛是真正发展。如发展，啊，即现在大陆咧开工厂，好嘛是咧做得袂歹，好、哦，所以即个咱呐，市场风水即、这个法则，啊，咱也要好好去把握。相信咧，咱每个人的家中、事业、等等，拢非常的安和，啊，咱呐安和，社会就安和，国家就富强，啊，经济就稳定。啊，咱即节。大家一个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心。十方圣地仙，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风水妙法。咱常常听到世间人两好道，两好道。良道好，好道良。但是有良无好，就无威；有好无良，就无贵。啊，有良无好，也无财；有好无良，也无苦。良好良，就是咱一个主脑者的左仆右撇，左仆右撇。普遍左倾向、右倾向，咱看西方极乐世界，哈、阿弥陀佛这边观世音菩萨，这边呢大势至菩萨，嘛是爱有两经啊。那么咱在地理上呢，咱嘛是爱清凉佮白好，良好的平均当然上好。咱看古早厝。良好病拢起个好势好势，吼、哦，感觉起哎，入面感觉真稳定，心会很稳定。咱三合院、四合院入面心就稳定个，好像那就是安全感。即啥？良好平均，plus minus 百的都百的嘞，电费会多。若是即边百二的，即边九十的嘞，哼，电费一定袂多的，袂好势真紧就烧去。风水的妙法嘛是安尼俩。爱求一个中道平衡，咱慢慢这极端，这极端，安尼就轻啊，就袂平当去啊，无多平衡。所以咱要中道中度。那么咱这里好平啊，站在来讲，易经先天卦来讲是为离卦，离卦，离卦离为会。火者是属红的，火者属普通的，上惊普通。火你个哪点动都会火烧波，会火烧波。好，火要安安静静，会使清烟无要紧，但是袂使要多起来，多起来都会烧人，多起来会整个会造成真大的灾害。好，所以咱火并呢，袂使咧管。管都是血压管，那 plus 呢？你这样的 plus 的面顶，minus 的下卡，好，这是国就本位嘛，国就本位啊。结果你颠倒是啊，宾主，好，这小颠倒，劳去主，宾去主，好，那那是这管家加给家，主仆分明。宾主互相小尊敬，这个就是真正奥妙的妙法。
这毋是迷信。较早因为我做测量啦，我做设计测量啊，啊做测量对这个叫做科学的根据，我嘛爱有一个数字根据。袂使你讲安尼，我都安尼，无一个理性。好，后来呢？哎，你才体会到啊，你挂为火为麦拉斯，普拉斯普拉斯的爱天山爱甲悬，阿斯爱倒来卡，你阿斯又悬天山倒来卡，等下来都未多嘛。好，所以讲伊是风神地形，咱风水的妙法，确实好是真正科学，而且会当互咱印证的。我是地主啊，好，伊是贸易公司。好，全省无公司啊！哈，伊一个好多工厂，伊做足济，伊生意，然后伊去大陆深圳，好去，迄个去啊，甲视察两个月，啊，伊去看每一间工厂啊，若好评有问题嘞，伊拢叫我改；好评有问题嘞，出的产品较歹；好评有分好评歹的厝啊，啊是工厂呢，出的物件呢，拢我都照记。而且好评有问题啦，好多个啊，好评有问题嘞，只工厂只头家都做甲哩哩啦啦，艰苦是我。那么我地主嘞，我易经班后利三博士，我第四届的学员啦。好，伊伫遐淘汰嘞，伊就派去啊两个月，好啊，将我所教的简单的风水妙法嘞，啊去啊甲所工厂甲帮忙解调调嘞，调调稳定嘞，等下煞无好等下，伊讲等下师傅啊。吼、哦，这风水妙法，较早我半信半疑了呢。好，我去用了，感觉真正说，一工厂做稳定嘞。两个月超54间的工厂，一无这个无调和的，不如法嘞，总超调。当然真欢喜啊，好真欢喜，好互人尊重。啊，我见证了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嘞。这个妙法是世间所需要的，家家户户所需要的妙法。故意是方神地穴，咱风水妙法讲究在平衡，若是失去平衡者，失去各就本位，失去调和者，就是风水就错去啊。好，若是啊，咱啊会当或者。会当达到调和平衡的时啊，风水就是好风水，就是好地理。咱人甲人中间啊，心会当平等对待，民主也是平等心对待啊，就是好风水啊。那么好评啊，咱看出好评，我坐咧正手就是好评啊。你坐咧，你正手就好评；我困咧，正手就好评。走位向出去，这边就好评。好惊闹，龙惊吵，好评都惊这个哩哩啦啦啊！假使咱好评所有激起的哩哩啦啦，加来伤着查某人在先，伤着查某人，因为离卦属阴，阴属女性，女性，好，女性属阴的，那么所伤的是查某人伤在先，那么离卦所伤的就是火。坏了就是黑工、凶杀、开刀，吼、哦，百病专门的，这类的是有够侪、有够侪一类啦，拢会发生。我希望啦，我一旦吼借这个因缘啦，将我所十八年来所结缘的一寡妙法啦吼，会发生的代志啊，啊来一步咧，讲互各位了解。希望各位，咱也看到的是啊，那伫咱厝有问题，家己即时马上可以动手，吼、哦，可最可以动手的是啊，家己改善，真简单的举手之劳啊，会当帮助咱厝内底一个无必要发生。好、啊，今日啊，咱的课程就到这一段落，啊，祝福各位学家平安，事事如意。